做农业很辛苦啊，建议大家呢，最好就是啊，不吵，行不行？做农业挺辛苦的。如果真的想做农业，就刚才推荐几本书给大家看一下，一个就是那种《半农半 X》，啊，还有这个塔莎奶奶的《美好生活》，自己一生一定要做一次傻瓜啊，看看那个农业有多难。在昆明读的大学嘛，一开始去了北京啊，做那个药品销售。那几年下来以后，你就感觉老是融入不到那个城市里面去。那个时候我回来是算第一批的返乡的大学生，一直在跟父母做斗争嘛，就是让他们知道我回来种田了，以后我也不出去了。最高学历，老大做了牺牲。我妈呢养我们养不起，你别，然后就我姐初中毕业就打工去了，要不然我们没法读书。来，对呀，空间好大呀，可以啊，我姐姐是工资好大，都东西逼，来，我大姐去看两个，来，如果说知识，这个绝对是骗人的，你说你我们谁家出个大学生，农村出个大学生知道种田呢？除非他是傻的，真的，不是，知识人是傻的。我爸，你说我爸他说写的肯定是反对的。我那个时候谁不离啊？一年回来，一二年就开始蹲了。我就反对，我就在这外面打滚了，我不离啊。管他搞成怎么样。以前种田真的是太苦了，父母也老这么灌输你，跳出农门，成为城里人。老一辈的人他就是种田，其实很多是迫于无奈的选择，自己对他这个农民的身份他是不认可的。做农民感到自豪的人哈，应该还不是很多。没人相信不用农药化肥除草剂能种出水稻来。这是那个菜籽饼，就是我们南方那个油菜榨完油以后剩下的那个渣，我们这边一般用来喂鱼，而我们呢就用来种我们的水稻。很多农民就是讨论，哎呀，你这个水稻这么黄，你这不就是个怪物吗？你这个不用农药，不用化肥，哎呀，长得这么差，能有收吗？啊，比我还操心呢，这能收多少斤呢？这。
啊，除人头，好的，搞个医疗，可以吗，陈总？可以的。马上要变天了，现在这个太阳你看都不见了。这是黄豆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叫毛豆。这个豆子适合煲汤、清炒、旺财。这是一只自由的德牧，经常在田里面自由的撒欢。它唯一的问题就是还没有媳妇儿。我现在做个农民真不容易，还要挤脖。我们的收割就很快了，第二块田又快收完了。刚看人数，观看人数161了。我说，你身上有虫子。鸡菌。鸡菌。你看看，看看鸡菌。看看。还打呀？你别打了，别打了。它是一条生命。我打死它。哦，不是，我在这呢。我把它放下。我们啊是在那个相亲网站上认识的。他当时设置了的那个收入，我说月收入2000元以下，也没有说隐瞒自己的身高。最重要的是他的独白打动了我。他说他是在大城市里面，有5年的时间非常的不开心。他就回到家乡，过去了农夫山泉有点甜的生活。农夫嘛，我们这里山里面不是山泉吗？还有我还有点甜吗？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我岳父一路过来是吧？高速下来，高速县道，县道乡道，乡道村道，路越来越窄，这个林子越来越茂密。哎呀，我岳父气得要死。当天本来有吉安到我们这边有300公里嘛，然后哎呀送到了之后，当天就走了。村民就看到一二年看到我，哎，种这个生态水稻还是可以有收成的，而且卖的价格不错，所以3年就10个农户就找到我，哎，想一起种嘛，我就成立了一个合作社嘛，有100多户。第一年自己种了十几二十亩吧，后来第二年我就开始跟他，我们几个十几个人就开始跟他做了。现在像我们这个水稻啊，这个田啊，全部是已经是中毒太深了，这个农药化肥啊，是吧，把这个土壤全部破坏了。现在慢慢的把这个土壤慢慢的种这个有机稻的话，给它改善过来。鸟种，不，好了，陈总。好，摸一下它就来瘾来了。不是，我昨天摸到那个，它这个样子真的是跟腰身很像的。你头几天要清淡，有荤有素。我是反面教材。那我们农村就说，那你不好好读书，就在这儿种田是吧？但是他们小孩就会说，你看那个读了大学不还在这儿种田？
打虫的嘛，是不是？你看这边也有虫子哦，嗯，非常好的米啊，你看这个米，它米形细长型的，而且它是透明的。如果不好吃的米呢，它比较粗比较大，而且它里面呢不是透明的，有那个白白的颗粒，我们叫富白。所以说我们种米的人一看什么品种好不好一看就知道，都接接的，别漏别漏。天天都会有人叫着要吃土鸡要吃土鸭，他就没想到这个东西，天天吃的还没想。对，还是思维的问题。我是职业农民，新型职业农民，国家给以后要给我颁证的，他给我发工资，他给我发退休金，这是我们想象的。细嘛，那就是软的，这个骨头不能摸。我摸一下，帮我抱着，帮我抱着。干嘛呀？干嘛？干嘛？我就抱着他呀。我是你妈妈，我也是他妈妈，我要抱着他。我昨天晚上就是这样睡，是不是？好了。我抱着你。光头。我觉得你，我怎么觉得你不太想睡的样子呢？睡啊，睡那你就睡嘛。你说给我干嘛？对于房间清洁来说，最大的一个问题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教育吧。因为现在毕竟像农村都基本上没什么教育资源了嘛，有很多房间青年，他有时候在县城租个房子啊，有条件的买个房子呀。还是要孩子进城里面去读书。好，一个虫子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要不要？你看，这是什么？蝗虫。它嘴巴在哪里？看到没？它嘴巴在这里，看到没？万成想吃这个蝗虫，给不给它吃？不给。不给啊。回家呀！回家。轻一点，它会好痛的。回家。对，那对不起。我不找你了。我不能呀，不要。不要亲他。有阴雨多阴，十七楼，两栋鸭子楼，有一天老阴天的。挖到十七楼那么好点呢、啊？没有好点，十七楼的，十七楼挖到成了。该么一年嘛，一年这一年天掉过来哦，好过年，万一天也不那样也样有个嘞。你喂了十几天都没什么好天。因为我们今年有八九个农户是加入合作社成为股东了嘛，然后我就征求大家的意见，以什么水分标准收？超多个这个标准又怎么处理？什么标准又不能收？
如果太高的话，到了夏天，谷子有可能会坏掉。你听到我的吗？我在这摘烟的。这样什么酱油用的？这是五点子，是上次的这上面面。这样什么酱油？我们在这个哈的，你听没风？你。不是因为这个封一年，这个啊，被逼到这里加工厂，加工厂是五点钟，五点钟就没问题。啊，那个封一年到个下半，到个七八点的份子去，我米钱没完。啊，别做土木，别再发酵了，别走。这不是一开始用开始呢，我一穿那个就把安完了。你真的是啊？我开了玩笑不哪个？然后谁跟你跳？我个十点五个不要，十点五以下个就可以就可以嘛？嘛子？哎，没办法整个，没办法了，哎，搞下哈，快过来过来。往年就十二点呢、啊，十三点呢、啊，今天十三点、十四点的都有。然后太高的话，就是要他们拿火炬重新晒了，好麻烦。在农村做事情吧，就是最需要还是人，所以说通过这个把这些人团结起来做点事情，毕竟一个人的这个能力还是有限的，而且从外面找人呢，会在村里也待不长久，就是还是本村的人如果能发展起来就最好了，但这个需要时间嘛，你看我八年时间才团结这么几个人，还是像我们父一辈那的人，我爸爸他们那一辈的人，他宁愿卖点谷子挣点钱，他也不也没能力上做其他的。你搞个油铺没？买那还要卡来，这个油铺吧，我买个来路呢。欢迎大家，谢谢，棒棒豆九管饱啊，该吃苞米是吧？这还不是新米还没上，如果新米的话香味更浓。新米你们放几个呀？那个时候就一直听到姚市长的名字，在我的印象中，姚市长应该是一个，德高望重的一个重点。今天我好年轻啊！我天，这个呢跟云南还比较有渊源，还是西南林大的，又算半个云南人了，因为我来自云南嘛。刚开始回来呢，也没什么大抱负，也没什么想拯救村庄，也没有说拯救村民，还要带领大家致富。其实我刚回来，我就想种着自己的田，然后挣点钱能养家糊口，然后陪伴家人，过过田园生活，也仅此而已。然后一不小心呢，现在就到了前村，大部分人在走，离我的初衷越来越远了。这个田园生活，没时间过了。我回来八年了，我以为我很了解村民，我很了解这个村子，其实真的是。好难，就跟村民打交道，就是真的是要像对待孩子一样去对待他们。做农业教会了我一件事，就是说人其实很渺小，很卑微的啊，真的是在大自然面前真的是不值得一提。
我前几天去广东，哎呦喂，我觉得太难受了。你看我十一点半上地铁，还人山人海，哎呦，我觉得这些人太可怜。反向做这个农业，如果你活得不如当地的农民，是吧？你就别谈着什么去改变村子、改变他人了，人家就被别人笑话。这个傻蛋读了大学回来种地种成这个样子，就是说你要去做点事情，起码你要觉得别人哎，别人觉得跟着你可以做。刚好我们的有机米酿了这个酒，哎，大家就比较认可，我们就搞了一个这么一个地方，就来哎酿酒。因为这下半辈子就在这个村里待着了嘛，所以找个落脚的地方嘛。啊，都是老年的时候朋友过来是吧？喝喝茶，喝喝小酒。来一曲吧，你们那个对风水宝地唱一个。小花睡在尘土里，它寻求蝴蝶走的道路。人的骨子里面还是喜欢在大自然中。对，你看，哎，你看种的禾苗，它发芽呀，它成长啊，它抽穗啊，每个阶段你都会有，给你不断的惊喜。加之时间，我已经逃过你的白天的歌。我觉得那个环境太差了。你是爸爸定制的，你看你的定制的看行不行？相机比较好，对，比手机清晰多了。没有，我就住了自己车嘛。我加了一双。他们也是五楼，不过六楼高，面对我们这个小楼。那我东西还没搬走呢。他们也实在是没放那么多东西。先放东西，他们还没搬。这是二手房吧。过完年就叫他们过来这边住了。那成人就可以去读书了。每天天天在家里面无所事事。成。人家哪里无所事事？人家天天在村里面游村，寻村。因为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重心还是在村农村嘛。啊，只是孩子教育没办法在乡村。我们自己其实还是更乐意住在乡农村里面，农村更舒服。好了，你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来放下去。踩在里面好玩呢。放下去，放下去。踩水呀、啊。上去。妈呀，冬天都在放泥巴呢。慢慢的，我觉得我是一个农民，我觉得我心里还有点自豪感，因为我觉得它也是一份职业嘛。而且这个职业应该在这个社会上来说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职业。我觉得这孩子吧，我也不会说想哎呀一定要他怎么着怎么着哈，我不管他就是读书还是做什么工作，我觉得都可以去尝试，包括他以后跟着我种田也可以，只要他愿意。